大班酒场咱们不啰嗦，紧接着上回往下说。武松说，俩兄弟你们俩喝了怎么样，对给二哥我说说。董平说，二哥我喝了不过二两酒啊，浑身好像火烧着。学霸你呢？学霸说，我喝了也就是三两酒啊，怎么五脏六腑似刀割。董平你好点了吗？啊，我好得了吗？二哥，我觉着天也转地也转，眼面前有刀把线着。学霸你呢？学霸说，我觉不着屋檐上放九要刀啊，大眼里一个劲儿的冒鬼火。二哥，俺说不住他这个店呀，你非要住在他这儿，吃包子里边有人肉，你想想酒里能有馍呀？啊，事到如今俺明白了，酒里边少不了的孟涵月，俺两个当了个穷差事，没想到一把骨头扔这儿。二哥呀，俺要是死在他店里，你给那官方去说说，你别扔下俺俩不自首跑了。二哥，大街上你买上两口小棺材，你把俺俩的尸首搁，把俺俩进到了官庙里，何尝道士对他们说，你们叫他砸上顶手上口，可别叫这个女人下了过呀。二哥，别让他卖了人肉包子。哎，武松说，好酒本是七六水，别喝到肚子里胡得了，你不会喝酒少喝点，没喝上二两胡啰嗦。这东平扑通通摔在了刘平地，那学霸咕咚咚掌子底平坡，手一把脚一蹬，大嘴里吐了肚里的吐白沫。武松一看明白了，果然是酒里放了孟涵月，我有心把这个女人打了吧。可是俩劫差到底能活不能活呀？慢着，我不免把那个女人叫过来谈一谈，她里边使的是什么药。对，武松说，啊，点大嫂来呀，两个劫差喝醉了，找个地方让他歇着。孙二娘闻听心高兴，哟，他上了奶奶我的个学了，我只当是个真行家了。弄了半天他没把我的药酒喝，既然是喝了奶奶我这个酒，那就是坠死不能活了。孙二娘就把那个上房紧，他笑嘻嘻的把话说，哟，你说他能喝三斤半，你说他二斤也能喝，大概两人没喝半斤酒吧，啊，躺在个地上装粉末，八仙桌上搁野壶，不是盛酒的好家伙。听说俺这里出好酒，带这个好酒紧着喝。武松说，大嫂，天气热，屋子太闷，喝的闷点了，找个地方叫他来凉快凉快。二娘说，殿下，小丽，哎，快点来快点来，上房屋里干点活。四个店小都来了，二奶奶叫俺干什么？二娘说，两个劫差喝醉了，找个地方去歇着。武松说，解开头发给他泡一泡，再要碗凉水给他们喝。二娘想，这个大哥是个真行家呀，他怎么知道凉水能解蒙汗月呀？孙二娘后边急冷眼儿，没言没语把话说。孙二娘连眉毛带眼连嘴带手一块说话了，说的什么呀？嘴说的是这个啊，你们解开头发泡一泡啊，要碗凉水给他们喝。那个眉毛眼手说的什么呢？说的这个，你们赶快抬着走抬着走，马儿立着盖起的脖，说的这个。嗯，两个人夹着一个走，四个人夹着两个诺，俩劫差抬到了臭虫房，关上门来落了锁。这个说，哎，伙计，你把那个大盆拿来，多放盐，个大些多。什么些多呀？二奶奶不让我。哎，让我？你没看见二奶奶急冷眼吗？急冷眼那是不让我，让三个凑齐了一块儿。哎，然后现在拨，那拨一块拨。呵，咱记住两个劫差名单包，再标标二娘夜叉破。哟，客人呐，两个劫差喝醉了，来来来，我再倒杯给你喝。武松闻听一摆手，这个酒我可喝不得。哟，
你怎么喝不得啊？我自小喝酒爱吃菜，没有酒药不能喝。二娘说有这话你怎么不早讲啊？啊，尽在这里下雨摸，你在这里把我等，外边我给你把菜摸，我给你拿菜去。你知道我爱吃什么菜吗？啊，知道。孙二娘说着往外走，武松的心里暗琢磨，这个女人不上前边去拿菜，她跑到后边干什么？刚才端包子大酒都是奔前边，怎么这会他往后边去了？哦，乖乖女儿，你会金钩，我会吹调，咱们两个神鬼不摸脚，你打算平地里挖坑等虎豹，我给你个满天撒网扒龙爪，暗地里你要想害我的个命，背地里我就叫你不能活。你上前边去拿菜，一杯狗小没话说，你到后边去拿菜。我跟着你，跟着你，看你个女人干什么。武松他会夜行术，紧跟着二娘夜叉破，你看他挽着个腰，溜着个枪，玩了个露丝那玉青太绝。孙二娘就在前边走，哪知道后边给这个吴二哥呀，前走后跟来到了后上方，不愿到这儿。孙二娘进了后上方，说不松窗户太前停住了脚，窗户太下猛站住，他照着里边看明白，暗地里看有张桌，桌子上就把那个油灯搁，床上看躺着个大个子，这个大个长得真是恶。就见孙二娘飘飘来到了床前头，深深施礼把话说呀，当家的，我说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在床上来睡着，外边飞扬入了圈了，赶紧起来把样补。三个大个我逮住了俩了，还有一个没逮住，你帮奴家扯扯腿，咱们两个把他补。不好，武松想他不是给我来拿菜吗？怎么两口子商量着要补我呀？哎，还幸亏我来听听，要不这下麻烦了。我方长线钓大鱼，再听听那俩说什么。孙二娘叫了两三遍，惊动了张青惊见路。张青说去去去，要去要去自己去，怎么半夜三更又叫我？没告诉你们，咱开黑店杀的是赃官和恶霸，不是好人才将他剥呀。查清为命再动手，可不能使人住下你就破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咱家着了火，到那边来了个救火的，他抱着一捆干柴火。有这么救火的吗？我醒来原是一个梦，我就说这几天无论如何不能再把人来破哟。二娘说我什么时候不好人了？挨道的哪一个不是坏家伙啊，剁了人肉包包子，好人住店吃不住啊。那个人肉包子不都是让坏种吃了吗？好人哪个不吃牛羊肉啊？那么今天这仨呢？啊，今天这仨不是好人，你打听明白了吗？没有，可他仨一进店就给我捣蛋，老实人哪能干那个呀？怎么看怎么不地道，说什么也得把他剥。那要去你自己去，别在这里来缠我。待待一会儿你不走，我起来踹你一顿脚。二娘说要要要，你当这个男人不为事儿，指望着女人干什么？没有吃的找俺要，没有穿的给俺说，俺要不让你不扯腿，躺在个床上只要喝。睡觉吧睡觉吧，乖孩子，奶奶不盘你做活，别说三个大个子，十个八个我自己剥，我抱怨了。不耶，武松一听好厉害，他要抱怨啊。就我武松这一个怨，怕你就抱不了吧。又见孙二娘无怕打开了妙金柜，许多的东西往外抹，英雄小婶儿猛一赔，吃吃吃，三吃抽子把头裹，七星围裙把腰围，地下看新绣的花鞋正可绝，一上坡拉了个七星架，啪啪啪旋风推，哪一推都把那个量够住。武松外边亲眼见这个女人真是恶老婆，她十多利索哪里去呀？哦，是上前边去剥我呀。我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，
功夫练到八年多，软硬的功夫都练过，没听说博人怎么着博呀。哎，心想博人怎么个博法呀？哦，先拉鼻子，不对，先割耳刀，也不对，哦，开烫，从里边往外拨，也不大对，哦，大概是从脚脖上拉个扣吹起来拨。哎，这拨竹菜那么拨呢。哎，八八八，呦呦呦，我上前边去装着，我假装喝嘴地下汤，看看他怎么把我拨。对，我上前边装着喝醉了，往地下一躺，让他拨拨我，我看看，学学手艺。对，这武松掉转角不往回走啊，就听见有人把话说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武松刚才来的时候啊，注意力全定在孙二娘身上了，没顾地往两边看，可这一路回来，走过一个窗户摊前，里边亮着灯，就听见有人说话，这个说让拨，那个说一块拨。这武松用舌头填破了窗户纸，往里一看呢，俩劫差就在那屋里躺，有四个点小尾巴着。武松一见明白了，哦，这就是黑店拨人的窝呀，俩兄弟跑这儿睡了，大概一会儿我也得进来，在这儿学手艺。嗯，好汉武松来到了前上方，不愿到这儿。武松他进了前上方，一回神就把那个门对着，地上的栓子都插好，一伸手就把命灯抹。武松他拿起了酒肚噜，一抬腿，咣当蹬到了八仙桌，就听见嘁哩咔嚓一阵响，桌上的那瓷家伙没什么呀。武松他看看酒肚噜，心里不住暗琢磨，我要装喝醉了，这里边的酒怎么办呢？我喝了受不了，我要不喝，他一来一看还有这么多酒，他也不信呢。这，哎，好汉武松一扭脸，咚咚咚灌进了老鼠窝，一窝子老鼠正睡觉了，哪知道越酒到这喝，这些个老鼠一张嘴是直拉死了一大窝呀。嗯，吴老儿假装喝醉就在地下躺，一只眼睁一只眼合，一跳腿伸一跳腿圈，大嘴里是嘟噜嘟噜的吐白沫。记住武松装扮好，在表表二娘也插破，孙二娘打扮的头巾并脚巾，一伸手就把那个牛肉抹，一伸手拿了个烧牛肉，论分量也够三斤多，扭了捏了往外走。前上方不愿到这喝，二娘进前一推门，哟，地上的栓子都插着呀，客人睡了吗？我给你拿菜来了，还喝不喝呀？哦，睡着了。孙二娘掏出了小弯刀，她自嘎自嘎把门拨，孙二娘外边来拨门，里边这个武松都听着了。武松想，这个女人拨开两扇门，还不定怎么收拾我了。孙二娘拨开了门两扇，哟，里边没灯看不住啊，吩咐点小张亮子。什么叫张亮子？就是点灯。孙二娘这是说的江湖行话，在黑店里说叫黑话也可以。这个店小打着了火，点上了灯，这个二娘也插破。孙二娘她端着明灯往里走，慢慢慢慢的往里挪，哟，发现桌子一边倒了，桌上的那瓷家伙没什么，这个大哥就在地下睡，一只眼睁一只眼合，一跳腿伸一跳腿圈，大嘴里嘟了嘟了的吐白沫。二娘看吧心安想，大个子他是得咋着呀？二娘说，哟，客人呐，你起来吧起来吧，别在地下来睡着，要睡觉那边有高铺，没有臭虫和鸽子，你白天出了一身汗，别叫吵起来起着，出门的个人担不的个事儿，要有个三灾两难靠哪个？起来吧。武松闻听心安想，这个女人怪疼我的。武松心里话，我就是不懂，我看你怎么拨我，我好学手艺呀。孙二娘这边一转脸，酒肚噜就在地下搁，孙二娘拿起了酒肚噜，她吆喝吆喝急吆喝，吆，嗯，怪不得大哥地下躺了，里边的月酒没什么呀，既然是喝了我这个酒，反正是至死不能活了。
贝二娘害怕武松功夫好，不敢轻易把他捉，又恐怕武松是装喝醉，有意地先试探试探武二哥。贝二娘练起了金沙掌，照着武松身上戳。什么叫金沙掌啊？这门子功夫厉害，练的那个巴掌打实实碎，看砖砖破，五个手指头就像五根把尺一样，一使劲那薄铁板都能戳透了，就这么厉害。孙二娘练的那是特别到家，她今天要试探试探是不是武松真的喝了酒了，要用金沙掌戳戳武松，你想受得了吗？武松是行家呀，在地下用整着的那只眼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哟，厉害，这个女人会金沙掌啊，哦，要戳我呀，幸亏碰上我，要换个别人还麻烦了。好，我也卖上两手给你看看，武松卖什么手啊？哎，武松卖的这两手啊，就叫金钟罩。武松把气运好了，这叫气功，练好了，浑身的皮就像干牛皮一样，一戳咚咚的，枪一扎一个白点，刀一剁一道白印，你别说枪扎刀剁斧砍，你就拿金刚钻钻钻钻都不毛毛，就这么厉害。孙二娘练起了金沙掌，照着武松身上戳，呀，客人呐，你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在地下赖睡着，你起起起！戳的武松把牙咬，这个娘们儿她想戳上我呀！孙二娘连戳了几下没动静，见武松还是没挪窝，二娘喊：“哟，点秀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上房屋里干点活，都来吧！”哈，八个点秀都来了。二奶奶叫俺干什么？二娘说：“大个子喝了奶奶我这个酒了，马儿累的太去搏。”点秀没问听，不怠慢，上前去抓五二哥。四个人夹着两条腿，四个人夹着俩胳膊，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、孙二娘，拖着武松的后脑壳，抬着武松往外走。点小妹，你言我语，把话说。二奶奶啊，那两个挨的一锅煮，光大哥自己够一锅，今天要煮这三个客呀，光肉也卖一月多。那两个挨的叫我看，一个能搏400斤，这个大哥跑去了，骨头也够500多。武松闻听心暗想着，叫王八羔子轻估了我了，在阳谷县上称称我够850，他们说只剩500多。在阳谷县县大老爷看我个大，叫我在关城上称称，一看850斤，他们怎么说只有500多呀？哦，对呀，我一杀嫂，一作奸，又一充军，吃不好喝不好掉膘了，再把骨头抛了去，可不也就是500多斤。他这眼里还真不错了。好，我加点分量，叫你们小子们尝尝，尝尝够多重。对，这武松就使了个鲤鱼打挺千斤坠啊，呼啦压到了一打我了。这个说，二奶奶压着孩子我这个腿了，那个说，二奶奶压着孩子我的胳膊了，这个说，二奶奶我岔了气儿了，那个说我这个胳膊是咋着了。二娘说：“哟哟哟，你们都是20多岁的大个子，叫你们小伙好干活呀！啊，白吃奶奶我的那个饭，就不能给你奶奶干点活啊！八个人抬不动个大个子，压着个地下直吆喝，都滚开，都滚开！不给你奶奶我背着，我自己来。”孙二娘近前一伸手，抓住武松他的手脖，抡将起来一使劲儿，就把武松来背着喽。啊，武松高，二娘哎，后边还拖了这两只脚，背着武松往前走，来到了二娘不认的我，他吩咐店小拿活来，店小们就把那个灯点着，不认的案子一张二，孙二娘一缩身就往岸上猛一搁，只摔得武松疼男人的心里骂，这个女人她想摔死我呀。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我看你不认咱们这伯。孙二娘吩咐店小拿过来一个接血的盆，刷刷刷三把白眼里边搁。孙二娘看到拿在了手，用手一指把话说：“哎，客人呐，
别怪奶奶我要你的命，想必是你拿一辈子啃了我，杀了人得偿命，欠债不还得咋着？你记住吧，记住吧，阎王面前别告我。武松闻听心暗想，这个女人不认真啰嗦呀，我等着学手艺，你快着点下手，我哪来这么多废话呀。见孙二娘就把开刀往上举，恶狠狠地往下剁，就听见咔嚓一声响，武松的功夫真不弱，孙二娘大刀砍在了案子上，武松窜出去两丈多。孙二娘这里吓一跳，哟，心里不住暗琢磨，没喝解药他怎么活了？哦，这个大哥没喝蒙汗酒啊？不能啊，我看了酒肚噜里边没油沫了。孙二娘这里正琢磨嘞，武松那边把话说，哎，二爷我跟你闹着玩了，哦，你当真要把我来剥呀？剥人就是先砍头啊，剁掉了脑袋还能活吗？你过来吧，过来吧，咱们两个比拳决，今一天你要是赢了二爷我抢着坎儿的让你剥，你要是胜了二爷我叫你个女人不能活，是吗？在奶奶手下套走的可很少哩。秀宗砍刀，孙二娘手举砍刀往下剁，那武松一夜的苍花真利索，一身神性夺过去，腿腿就是个剁子脚，那个剁子脚是真脚快，啪正踢着二娘她的手部，就听见嗖啪连声响，把砍刀踢出去两丈多，要厉害。孙二娘就往这边走，架子上要把大刀抹，武松喊声你哪里走，金龙探照把他捉，长二之妹又勾着孙二娘也插破吩咐店小抄家伙，店小们闻听不怠慢，围起了好汉武二哥，这一个找武松使了个通天炮，那武松一闪身抓住店小他的手脖，使了个顺手前样虎探照，你过来吧。这个店小真听话，我过来就过来，啪叽啪的地平坡，那一个找武松使了个狗脸腿，武老二一伸手抓住他的脚脖，店长起来一使劲，去你的吧。那个店小咕噜噜出去了两丈多，可这武松指着南朝北打，瞧着这个打那个，店小们围着武松来回的转，武老二好意思猛虎下山坡，八个店小上了七个了，那一个去找张清净阎罗万娘，哎，一边走着一边喊，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，我说张贵的，起来吧起来吧，别在床上来睡着，这个肺炎真厉害，给俺奶奶动劝诀，再待一会儿你不去，奶奶准死不能活了。这个店小哆里哆嗦讲一遍，惊动了张清净阎罗，紧了紧他的皮条带，吃吃吃，拿一块绸子把头裹，折铁钢刀拿在了手，店小走，领着我去把羊来剥，前走后跟来到了灯光下，大梁好汉武二哥，张清说，哎，你是哪里来这个大个子，敢到我店里来撒泼，快报上你的名姓。武松说，姓武名松，武老二，我曾在少林寺里学拳脚，你的名字张大汉吗？啊，是我。你的外号净阎罗？哎，是我。二爷，我外号落锤子，专门揍你个净阎罗。耶，这武松从头至尾讲一遍，这张青当啷啷单刀扔到了地平坡，走到近前忙施礼，哎呀呀，原来是武松兄弟到这呵呀，你担待担待多担待担待，哥哥盟友着，我不知兄弟你来到，要知道我早就迎出狮子坡了啊。武松闻听往后退，用手一指把话说，朋友施礼为何？你要不说闷上我。张青说，兄弟，你给刘唐哥哥是人兄弟吧？对呀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的名字叫张青，你没听刘唐哥哥他说过？哦，武松说，我听说有个菜园子的张青，就是你吗？对，江湖人叫我菜园子，此地人叫我净阎罗。武松说，那么你家里就是母夜叉的孙二娘喽？张青说，对呀，他这个外号夜叉婆。哎，武松道说，快起来快起来，紧着跪着干什么呀，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，一家人全都不认得。哥，你这个买卖可发财呀，不用本钱赚的多。张青说，兄弟别取笑了，我说家里的快过来见一见武松兄弟到这儿。
孙二娘闻听武松，倒不由得心里一哆嗦，哟，是他呀，怪不得拨不了他呢。孙二娘走到近前飘飘摆，他笑嘻嘻的把话说，哟，我谢谢兄弟这顿打。武松说，好说好说，多谢嫂嫂把我拨，差一点没有下了锅呀。他们说吧哈哈笑，张青说咱们有话屋里说，三个人上房屋里落了座。孙二娘开口把话说，我说兄弟，今一天咱们弟兄见了面，你就不必再到那孟州八塘过一窝说，把两个奸差杀了吧，你就在兄弟店里来住住。武松闻听忙开口，哎，我说两个奸差杀不得，一路上他们对小弟实在好啊，我们就跟亲兄亲弟差不多，赶快把他们来救活，叫到一块把酒喝。张青莲说好好好。过一会儿店小妹把两个奸差都救活，英雄们一夜喝了千杯酒，一别气喝得大天破。第二天辞别了张青孙二娘，又被孟州八塘过，简短解说来到了军监仨，到了孟州坡，唱到了此处算一段，到下回闹公堂更是热闹各大窝。